来黄伟元招的，啊？因为党团的人看起来，看起来，那个要问志伟元呢，找一下。来，县市长要了。那个雅芬，雅芬来一下。那个雅芬，来一下。
好，那个各位委员，我们继续开会。那个杨委员要过来吗？国民党的杨振武杨委员，刚好没来。他暂时在路上。在路上嘛，哈。要过来哈，哦，庄瑞雄回来哦，啊，庄瑞雄看一下，看几票八面，哎，给你看你几票八面啊，你也看一下。好，那个各位委员同仁，我们就继续开会。那我们现在要处理的重点是选罢那个罢免相关有关的这些门槛的一些规定。我手上有一张整理的表格，各位看一下。好，最上面第一行是涉及的条文76、81、86、87跟90。好，这一张各位手上都有了吗？有没有人没有拿到这一张？庄瑞雄委员有没有这一张？都有这一张了吗？好，好，我们先来处理提议人比例。是原选区现行的规定是第二行。是选举人的2%，王定宇是5%，高志鹏是1%，时代徐国勇1%，时代力量是1%，这个比例要多少？大家做个决定。来，杨委员进来了哈，这一张拿一张给杨委员，赶快拿给议事人员。来，这一张赶快拿一张给杨委员。我们现在在讨论提议人比例啊。其实大多数的法案都是1%了。那定宇的5%是因为他那个联署人比例啊也是5%，他是让他。一致，所以我是建议就是说，对，我们就是好1%。那我们就提议人比例，哦，原来2%降为1%，各位有没有意见？好，没有意见。好，76条，好，提议人比例降为原来2%降为1%，联署人的比例原来是13%，那有降到5%，也有降到10%的都有。大家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的啊，我建议按照徐国勇跟时代力量的10%，好不好？大家有没有意见？好，我们就10%，从原来的13%降到10%。好，好，那个86条，我们刚刚已经处理掉了嘛？好，87条。欸，这个刚刚处理掉了吗？这个87条是跟90条连在一起了。我们先处理90条。对了，好，好，90条，大家看一下，原条文是1/2的门槛，就是投票率要1/2。好，那同意罢免票数未超过有效票1/2者，均为否决。哦，时代力量的版本跟徐国勇的版本没有设门槛。哦，来来来来，我是觉得哈，这个法的订定还是要有一致性跟普遍性啦。如果完全没有门槛哈，到时候就像我那天星期一所讲的那个样态会很多，而且会出现一个结果，就是当你没有门槛的时候哈，我只要多你一票，你就会出现这个结果。那到时候在实务上，在我们横诸全台湾的这种各个地方选举，不
仅仅是地方选举，包含立委选举，它就会出现很多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状况。所以我觉得作为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法案，我们还是要有一定的门槛。那我相信我们已经同意说，在提案啊、联署啊已经大幅放宽了，这是本诸于一个还予人民罢免权利的一个精神啊。但是你本诸于一个给予人民罢免权利的一个精神，你在放宽前面的部分，在最后这个结果的部分，我们还是要很审慎的制定一个门槛。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有二分之一、二分之一这样。好，那没有进来。其实这个是跟八十。就说我们在87条会讨论到，就是说要跟投票日，跟其他选举合并的情况，就是说你如果单独办这个所谓罢免，这个投票率一定很低了。好，那我们就会形成一个状况，就是说我只要让大家不去投票就好，这个跟公投法公投的情况一样。好，那我们会认为说，其实被罢免跟罢免的人，其实我们在前面办这个所谓这个罢免说明会的时候，其实就是两兆在那边，某种情况其实是一个选举在那边。我们如果一般选举其实都是用相对多数决，那没有理由说你罢免的时候不用相对多数决，而且还设门槛，其实是在保障现任的啦。那其实我们有没有给这个罢免一些困难？有啊，我们前面这个提议人虽然是降到1%，降到10%。其实他也要做很多事啊，这个我们在实务上最近过去我们都看到了。好，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他已经花这么多力气，然后现任者其实有一定的资源相对，那其实这就像是一个小型选举在那里。可是你如果把那个投票率的门槛设在那里，很多时候他在做的就是让这个投票率不过就好了。好，按你这个，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把双一拿走，好，回到相对的多数决。好，这时候我们的立场就是说，这时候你是不是一定要跟其他选举合并？这就不一定了。可是你如果有门槛在那里，那你考虑到投票率的问题，好，所以投不投票跟支持罢免或这有时候是两回事啊。可是很多时候不投票，我们就被讲成说就是支持现任的，好，我觉得这个也太过度了，这样。来来来，那个赖瑞宏，我先提一下，其实我是比较建议折中一下了哈，因为刚刚提到那个，如果你现在过50%这样的话，几乎是比现在立委要罢免的话，比立委当选票还高了哈。那这样状况下，基本上这个罢免是虚的哈，大概不会有机会。那但是其实我还是觉得还要适度有一些门槛了哈，以避免说这个罢免过于腐烂哈。啊，所以我是刚刚是支持那个徐委员这边哈，就是说如果说他。因为刚合并有一些困扰，然后因为合并上处理有困，如果不要做合并的思考的时候，其实我比较支持像高志鹏委员的版本了，就是有效同意票多于不同意的票数，同时他还必须要达到1/4以上的这个原选举区的总人数哈。那以这样来看的话，大概以这一届的来看，大概比如像我那个选区的哈，我拿到100,000票，其实罢免的话大概要6万多票哈，其实还是有相当高的一个门槛啊。但是我觉得至少在给人民有一个罢免的一个权利实现的一个机会啦，所以我比较倾向于支持高志鹏委员这个版本。好，以上。好，那个各位委员有没有什么意见？没有。来来来，那个我们行政机关表达一下意见。关于这个这个通过的门槛呢、啊，我们没有太多意见。不过、啊、就是要提醒说，单一选区跟复数选区是不是要分别不同的规定啊？这个大家要提醒一下。对，我们大概哈，我要提醒各位注意，我们现在都是用这个立委在看的啊，跟大家切身有关的啊，大家比较有感觉啊。那市议员，假如是用1/3，其实这个门槛非常非常高。对，其实你如果从一次性来谈哦，你再多席次哈，你不要说1/3，1/4都还很高哈。我是建议这样的，其实大家也要考虑一下了，就是这个假如说没有分开，没有合并举行，是分开举行啊，这个罢免实务上的经验呢，就是宣传的人要罢免的人会出来宣传，被罢免的人他不会出来宣传，过去的例子嘛，那选举的这种活动罢免的活动进行的情况之下，像赖瑞龙委员他是100,000票，那假如说因为投票率很低，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门槛降低下来，譬如说把它门槛降低下来，那罢免又很冷，啊、哦，那譬如说5000个人出来投票，那假如只有相对多数，那等于一个10万票的人被5000票的人就把它罢免掉了。对，没错，这个实务上是有可能发生了。这就我一直在讲的这个部分，啊、哦，那个主席，我基本上我来。我基本上我先表达哈，我是支持刚才赖委员的这个说法了哈。我觉得我们今天首先了哈，我们已经支持他可以做宣传，可以做一定的宣传。你要提罢免的人，你不是完全没有责任啊，你不能只靠着这一个门槛啊，靠着什么就说要人多啊。今天赋予你这个权利，你自己要去做一些宣传，去跟公民团体串联也好，去做媒体宣传也好。所以我觉得在各项都放宽的情况下，你势必要有一些限制。而且这一个法规当天我们礼拜一的时候有授权中选会去做一些区分嘛？好、哦，譬如说单数选区、复数选区啊，人口多少啊什么？如果假设中选会做出来的那个版本未必符合我们的期待，那个甚至连基层的选举都会出现，基层的选举都会出现整天在罢免啊，基层的选举会整天出现罢免的状况啊。那陈定跟陈定苗会被当时无意见无讲，我都要罢免啊。所以，当然我举的是一个极端例子，但是我们要考虑的，就像刚才主席所讲的、啊。我可能得到这个票数，但是罢免我的票数是远低于我的得票，就把我罢免掉了。这个是很有可能出现的这种情况啊，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慎重考虑啦。那我是支持刚才这个赖委员的说法。我觉得哈，我们刚才的假设就是这样哈，就是因为你有门槛存在哈，所以对于现任的，就是有被罢免可能的人，他其实就让选举冷就好了。你懂我意思？可是你如果把门槛拿掉，你现任者也要努力啊，你要把选票动出来啊。如果你10万票当选，那再一次有人挑战你，也他不是另外一个对手，他只是要罢免你。好、啊，你说啊，这个时候我只有5000票，或是连5000票都没有。你懂我意思？就是说，你如果设了这个双门槛，其实你是在某种情况上是在优待这个现任者啊。优待现任者只要让这个选举冷就好。如果90条跟87条合在一起，就算是比如说刚才提的1/4，好，其实我觉得那个效果是一样的。啊，没有合在一起的话，90条跟87条如果没合在一起的话，我只要在非选举期间，我只要让这个事情，就我们前面讲有宣传罢免哈，公办哈，其实我们也知道它效果其实是有限的。好，我们并不是给他很多的资源，哦，去让这个所谓发动罢免的人去做这样事。好，那个效果就是说，你如果把这些门槛还维持，就算是1/4，我觉得他还是让这些现任的，在选举的时候，在罢免的时候，他只要往那个方向去走就可以。那你想想，你如果把这个门槛拿掉，你做一个现任者，你有资源呢、啊，你也是一个现任的，对不对？你难道没办法把你的选票再动员出来？那我如果选举的时候我是10万票当选，那人家挑战我，我没办法把这些选票动员出来。而反而有一群人，哦，比如说你可以动员6万票出来，那有7万的人要把你弄掉。我的意思说，这是竞选过程是相机相当的。你如果把这拿掉的话，对这现任者而言，他的选举策略或是他反罢免策略就完全会不一样。主席，我再补充一下哈，薛委员您讲的哈，我完全没有否定的意思。您讲的在理论上，我觉得完全没错。但我们讲到实务了哈，讲到实务。您刚才讲到说，在选举过程中，啊，你有本事赢我，你都要洗稿，我要把面你，你都要出来啊！我必须讲一句实话了，就好比这一次的选举结果，有很多相差几十票的，我给你报警，你动算一干，我都要你提罢免。我这一次赢你40几票，不表示我下一次赢你40几票，啊，这其中有大氛围、大环境、议题、组织各方面，在实务的地方选举上，它涉及到的层面是很广，不是说，啊，我这一次能够赢你，那我罢免。你要罢免我，我就再动员我，还是赢你啊？这里面涉及到的东西很多，那这个还会造成一个后果：凡是选举结果得票相近的，此类纠纷或罢免案件层出不穷。所以我们必须要横着整个实务上的考量，好，而不是说，啊，我今天哦，理论上你能够赢我，你就不用怕我罢免啊，你也要努力啊。其实每一次选举的结果，哪怕实力相当的人，都会产生不一样的结果。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从整个通案来看呐。这是我的看法。我要提一下罢免这个事情哈，跟选举不一样。选举是我们固定，就定时在改选。
罢免这事情你要去发动，你要有一定的社会正当性，你不能说啊，因为我上次选举输了多少，我这次来发动罢，我觉得这个正当性，甚至不是啦，你选举没有所谓个人的，因为定时改选嘛，你罢免是在一个没有选举的情况下，你要让这个类似投票的过程，选举投票的过程发生，只不过他用罢免的形式来做。好、哦，我真的我不太清楚你所谓实务啊，好、哦，会有人输了100票之后，经过验票之后判定要输，那他觉得他应该来发动罢免，你觉得他的支持者也会因为这样就支持他？好、哦，第二个我要讲这个第一个罢免的发动，我觉得还是有我前面讲社会正当性的问题。第二个。罢免的发动其实相较于选举，罢免发动人是要付出相当大的成本。好，那我们现在又把它跟选举分开，然后你又给他设这些门槛。好，那相较现任者，他资源比较多啊，对不对？他如果在门槛的情况下，他根本就不用动。那我意思说，我们的这个设计很简单。好，被罢免的人，他一样嘛，就跟社会去解释，说他被罢免理由不对。好，比如说蔡正元跟那时候葛兰伟。蔡正元他根本就不用去做这些事啊，他不用去跟社会解释。我们的现任立委只要跟看着这门槛，好、哦，你说四分之一，其实那时候看起来也很难达到这个情况。所以我就说，为什么我们不能让这个现任立委，好、哦，当这个社会有一定的声浪，而且他们也透过这个联署的方式出来挑战他的时候，也发挥一定的社会资源在动员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让这个现任立委？就是面对再一次，这其实有点像再一次选举，只是不是在选举大选的情况之下，这样。那如果他有人挑战他，他没办法去动员一定的人出来支持他，那我并不认为会像你讲的，实务上会有那个。那你讲的当然是在 local 选举可能会有这个状况，可是我也像我前面讲的，你罢免还是有一定的正当性，你必须有一些理由说法出来。我就补充一句话就好哈。因为您没有参加礼拜一下午的讨论，我相信礼拜一下午大多数的委员都有一个看法，就是说，当你把罢免的门槛降低了之后，以后罢免的理由它不一定是属于有高度社会正当性，或者是有高度的政治意涵的这种罢免案，它的样态会变得很多元，而这些多元的样态未必是你现在能够想到的状况。那今天我们在从事一个法条的修正的时候，我们要想到的是它能够适用于各种状况。因为台湾不是只有台北，台湾不是只有台北，除了台北之后，不是高度正当性的东西，它也有可能成为一个罢免的理由啊。它有可能是在各种原因的角力之下，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审慎的来看待这一个案件。而且当天我相信大多数的委员也都是同意说，当你罢免，我最后重申一次，当你罢免的门槛大幅降低，而且可以宣传可以干嘛之后，它的样态绝对跟现在的样态是不一样的。它的样态绝对跟现在样态不一样，绝对未必会全部是一个因政治议题或社会共识或社会关注而产生的一个罢免。好，这是我最后的补充。这个我说明一下了，我刚刚举的这个例子了，比如说赖瑞龙10万票，哦，那这个有联署的人啊，带他选区10%，他后来就那这些人不见得会出来投票，那有联署那不见得会出来投票。那假设投票出来的结果真的是5000票，假设了。那这个5000个人去罢免一个10万票的民意基础的名单，假设他没有活动，又干嘛这样不上？啊，我还说民改出来给他支持，给他导出来真正5000，哦，安尼咁合理？这不太合理嘛，对不对？所以意思就是说，你要罢免一个等级的，不，这可能要从他的票数里面稍微去估算不同选举的这个复数选区跟单一选区的这个候选人，哦。他这个你要罢免的这个部分哈，哦，是不是要有一定的比例的规定啊？哈，哦，譬如说高志鹏委员的1/4，啊，哦，这个是参考我的了解了哈，哦，他是参考民进党的公投法里面的版本相关的一个规定了，同意票跟不同意票，哦，因为有两个理由了哈，哦，高志鹏委员有两个理由，一个就是说这个不是定期选举了。那第二个理由是说，这个是比较像说是同意或不同意的，像公投法这种选举，因为罢免跟反罢免嘛，它并不是选举所有多数人的这个选举，还是比较相对来讲还是比较不一样。
啊，所以也这个有一个这个一个规定啊，对于这个罢免来讲啊，不然这个有可能哈、啊。当然现行版本二分之一二分这个是太高是不可能的，这个原来我们的规定是三分之一的啊，后来这个国民党的这个卫庸委员在早期因为合适的案。这个有人要发动罢免，他要把它提高到二分之一，这个是当时的一个时空背景，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门槛这个部分是势必在这次里面，从过去这个修法之后的实施的一个经验来看啊，这个门槛绝对是要把它降低了，但是是不是要把门槛全部都拿掉，这个可以讨论的哦，所以这个部分还是请各位委员表达意见，看这个部分到底要做怎么样来处理啊，才会比较兼顾到说。这个第一个罢免跟选举的样态不同啊、哦，那时间的举办是不是有同一举行啊、哦？那另外就是说，这个对于这一个在选举里头，哦、因为也没有错了啊、哦，你现在提议人降到1%，联署人降到10%啊、哦，这个会让各种不同原因的提出罢免的人，他会有更多发动罢免的机会。那既然罢免的机会多，哦，那各种样态就不同啊，这个大家再讨论一下。我觉得那就跟87条要不要一起来考量啊？可以啊。好、哦嗯，如果跟选举可以合并，那我觉得你如果要设门四分之一，我觉得那时候因为你跟其他选举在一起嘛，所以投票率就会提升嘛。那我当然知道，刚才有委员谈到说，他、啊、选举的时候会不会被用来操作什么？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做一些规范了。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哈，我是赞成合并举行的，哦，应该是可以合并举行，因为你无理由讲在罢免的时阵，啊，拄啊在投票，你讲这两个时间你甲错开，啊，这到底大家来吃饱营养？你既然呐讲是合并举行，被罢免的你爱干乌啦。你就是要动员人出来投票嘛，因为有其他选举在举办嘛，对不对？啊，你无出来，你就稳死的啊！你一定是被罢免掉了，所以你不能再躲避啦，对不对？你就是要正面去假设是刚好。但是问题，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就是同一个。